跟上单飞潮，玖壹壹团员 IG 公开个人作品。玖壹壹团员近日在 IG 晒新作，图混血儿娱乐提供，20001804.16。玖壹壹团员近日近来在 IG 预告新作，让粉丝期待究竟是何事。如今答案正式揭晓，将于16日推出最新单曲 GTAR。 这回近日以爱车为创作灵感，量身打造一首专属主题曲。他直言男人心中有台 G， 时常开住车出游放松，被问到好友坐 G 是否有搭乘禁令，他大方说没有规定，脏了再去洗就好。甚至连吃臭豆腐也没问题，他笑说那是我最爱食物。GTAR由剑士独唱而成，歌词曲风充满他个人浓浓味道，面对外界解读是玖壹壹上飞节奏，引发粉丝担忧。剑士幽默回应，只是想做些作品，想单飞那是不是年前的说辞。事实上他录音时团员洋葱春风都到录音室力挺讨论音乐，粉丝们别担心。至于单飞比较红的论点，他果断说应该没有这句话，要红过玖壹壹是不可能的。近日时常在 IG 晒爱车，被问爱车之道，他表示保养车其实是保养厂的人在费功夫，是否会超速被开罚单，他则提出独特观点， G Class 要慢慢开比较帅，开太快人家来不及看你的帅车。他相当注重行车安全，一年大约一张罚单，大趣说那一张通常都是开太慢被开单。剑士的最新单曲 GTAR 以爱车作为创作灵感，图混血儿娱乐提供，20001804.16。